家好，我是小汪，今天我们继续来玩创意庭院，不知道又会发现啥好玩的关卡呢？大家记得给小汪来一波三连哦。小汪刮痧，哎，这在鼻涕板里面刮痧就算了，非比我在这里面也会刮痧，这里面也没有我呀。啊，すごい。你也不会是想说这金蝉骨就是我吧？你看看我们两个像吗？一个字，绝。还有这金蝉骨也不刮痧呀，一口就能直接吃掉一个僵尸，这不是效率挺高的吗？没想到这个关卡里面还有别的人呢，这个大嘴花就是大嘴巴，这个僵尸就是小鬼头喽。不得不说，这些个植物确实都挺刮痧的，打一个僵尸需要这么久，所以这个刮痧并不是在说我喽，你们认为呢？